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大家好，我是 TL Story，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年初三，祝大家狗年行好运，狗年狗狗的，狗年就是要像狗一样，这边爬那边爬。OK， 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大家好，你看这就是我家的后面，而且我也穿到比较普通的，我还没有出去跟朋友拜年，还没有找朋友，是为了想要计划要怎样拍这影片。当然，今天我的影片是跟狗有关系，狗年我们就拿几件狗的东西来给大家看。这么巧的，非常巧的。在这个狗年刚刚进入了2018年的时候，我家的狗呢也生了一些新的生命，所以我就要介绍给大家看。第一只，它生了一个黑黑色的小狗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它生了一个黑黑色的，大家你看。他还没有开眼睛啊，对，因为他们才刚刚出生了一个星期，听说要出生了两个星期才会开眼睛嘛。啊，不要紧，在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因为他连毛都没有，我也不好意思介绍，因为没有毛嘛，没有毛讲介绍给大家的。第二只就是白色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白色的，也还没有开眼睛。因为它也刚出生了，刚刚两个星期，所以我的狗也蛮厉害的，一次过生两只，比较可爱吧，非常可爱。好，要跟我去先，妈妈找它。妈妈，妈妈。因为我需要在这边拍摄，因为我的小狗真的是太可爱太潮了，因为它们还小，一直要喝奶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它们，把它们的那个离开妈妈的母乳那边，因为它们人家要喝奶嘛，我们那可以去打扰它呢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是想要给粉丝们就是帮我为这两只狗取个名，今天2018是狗年，所以希望给狗取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希望它们以后在未来能够有一个好前途，陪我一起跳舞。虽然它不是一个很高级的狗，可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只狗的啊！所以大家，请大家给我一个给一个 idea， 他们这两只狗有什么名字呢？当大家取了的名字后，我会把这个影片做多一遍，给大家知道这两只狗的进展跟这两只狗的名字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恭喜发财！过新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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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到了新一年， yeah. 这次来到了狗年。祝福你我发财，包红包别吝啬、yeah ，你想的狗年顺利，别计较别计较别计较，请狗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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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身上下红色，拜年说声恭喜，恭喜，红包来到了面前。